我闯了。Morning guys， 今天我操，我做核酸检测，现在早上脸都没有洗。这个核酸检测真的是免费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官方的，英国官方的，但是呢，因为官方那个不像私人医院可以提前几天订，这个就是说我昨天订的，他只能订到今天，他没有明天的，啊、哦，得抓紧时间过去。原来就在这儿。Coronavirus。好的，各位，新的一天，新的测试，这是我第二次这次，现在已经驾轻就熟。今天我找他要了这个中文的。采取拭子样本，翻译挺直截了当的啊。今天就比较明确了。我昨天哦，原来这个指的是扁桃体这个位置。可以，那我们就开始呗。首先检查包内的东西，有棉签、白色吸水纸，还有塑料小瓶。里面还有少量液体必须留在小瓶内。接着用纸巾轻轻擦鼻涕，将纸巾扔进提供的医疗用品垃圾箱。如果并没有鼻涕，所以就不用擦了。就看我嘴里扁桃体啊，看不清楚。然后打开我的包装，拿出拭子棒，好像有点吵，我也不太好意思。将拭子棒握在手上，张开嘴，将棉签上的织物在喉咙后面的扁桃体擦拭10秒钟。OK 了，擦拭完。接着将同一拭子同一端轻轻地放入鼻孔，直到你感受到轻微的阻力。我昨天也试了，我差点就立马就流鼻涕了，就打喷嚏，然后在10秒钟到15秒，来试下来吧。我闯了。那工作人员对于我这种打喷嚏已经习以为常。OK， 第八步，把我的棉签插进试管里面。这里正好有个结，可以把它撇断。最后一步，第9步，将吸水垫，这个是吸水垫，放入较小透明拉链袋里面。